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注意平安。很欢迎再次见到大家哦。是的，我们主是永远不离开我们的神，无论是有高兴的事情，还是有困难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好不好？对你周围左右的人说：主啊，你正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正与我们同在。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对我们神说：主啊，你正与我们同在。主，你正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神赞美他。山为我挪开，大海涌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的灵魂彰显十字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让我们再次对主来宣告说，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神。主啊，我要谢谢你，因为你的爱让我们得以与你同在，因为主你的爱让我得以拯救。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你，但是我心感受到，主啊，我一生都是属于你。柔心无
伸手，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仍要抓住真理，谁看不见你。若人生风浪起兮，前方路看似封闭，我仍举双手相信你在这里。盼望充满我心，当应许为我效力，感受你恩典的手在我生命。我迫切寻求你，谦卑屈膝你脚前，我高举双手赞美。做一切刻画在我心，因你独生子是我的生命、啊、爱降下拯救我心，爱降下释放我灵，我属于你，永远我属于你。上好的名分，就让我们成为主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主，无论我们是在低谷还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宣告说，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上好的名分。我是谁？那只
高君王，心欢迎我。城市上他却领回我，他何等爱我，他何等爱我。城市释放的，就他城市神儿女，这就是我。哈利路亚！有他一束回我，恩典永留。当我还在罪人时，耶稣为我死，他竟为回到主你的家中，因为主你的恩典，我能再次成为主你的儿女。主啊，因为你的拣选，我能再次来到主你面前。与主你的不离弃，我能够得到救赎。主啊，赐给我上好的名分。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感谢你。Say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安。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在踏进新的一年，谢谢主，但愿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恩典、新的福分以及新的功课来学习，以便能够更加讨神的喜悦。谢谢主，那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有这个恩典，有这个福分，一起要来思想神的话。那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来读，来看圣经中有关两个小权的故事。表面上看来呢，这是一个关于金钱奉献的故事，其实这可说是马可福音最重要的故事之一。马可用它来介述耶稣三年多公开着在地上的传道生活，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从第十三章开始呢，马可记载耶稣对门徒最后的训诫或者教导，是有关末日的审判。第十四章呢，就是耶稣开始他最后的一周，就是开始逾越节啦，并走上十字架以复活，为马可福音耶稣的故事的终结。马可以寡妇的奉献的两个小钱的故事来介绍耶稣在地上的公开事工，有很特别的意义。它不单只是说金钱奉献的意义，更是比较了两种的生活方式，两种人的忠诚，两种对神的爱心，两种的选择。它更用寡妇的奉献来说明呢，耶稣要在十字架对神全心全意忠诚的榜样。那我们就打开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41到44节，很短的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二章41到44节，圣经这么记载说，耶稣对银库坐坐，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群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的养生的
都投上了。我们祷告，谢谢主，谢谢主，早上再次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敬拜，一起来思想你的话。但愿你借着这一段很熟悉的故事来教导我们，以便我们知道怎样做一个主你喜悦的儿女，怎样做一个讨你喜欢的门徒，来学习跟随你。谢谢主，愿你的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这段经文是我们基本上说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穷寡妇的奉献，就是两个小钱的奉献。那首先呢，我们要弄清楚，耶稣并没有否定那些财主的奉献，我们也不要以为有钱人奉献较多的金钱总是有一点什么炫耀的心态，我们不需要有这种的猜测。我们谁都没有权利怀疑任何人奉献的心态。事实上呢，较富足的愿意献上更多，绝对是值得我们为他们感恩的事情。只是在这里，耶稣要我们的眼光引到这个寡妇身上。马可很仔细地描写，这个寡妇是一个穷寡妇。当年的寡妇呢，是社会上最可怜的人，最贫苦的人，丈夫死了，生活无以为继，生活缺乏保障。在《使徒行传》里，当古神节教会新成立的时候，穷寡妇呢是第一批需要照顾的人。当那些财主大手大手的将一袋又一袋的铜币投入奉献箱的时候，这个寡妇却小心翼翼地将两个小钱投入下去。耶稣却说他投进的是更多。那你注意，耶稣在四十四节说，怎么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都投上了。这些财主是什么？从他们的丰富里拿出来，而这个寡妇呢，是从他的缺乏里拿出来。从丰富里拿出来当然比较容易，从缺乏里拿出来才是考验。这个寡妇不单从他的缺乏里拿出来，而且是什么？拿出全部毫无保留的奉献。你注意看第四十二节啊，马可说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啊。这个寡妇手上不是只有一个大钱，而是呢有两个小钱，两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啊。他可以投入一个小钱留下一个给自己用，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耶稣说他呢是
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由此显出什么？在对比上，他献上的要比那些财主都多，因为那些财主呢是献上什么百分之几罢了，而这个寡妇呢是献上百分之一百，是完全的奉献。啊，我们常常说，圣经告诉我们，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你的心在哪里，你就会将财宝放在哪里。这边说把一切养生都投上了，一个这样穷的寡妇，她凭什么这样做？她手上不是有一颗大钱，而是有两个小钱，她怎么不放一个留下一个给自己，却把两个都投入了进去，他还可以靠什么来生活？难道耶稣真的要我们饭也不吃，拿来奉献吗？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知道，在奉献上，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把一切养生都投上。那我们虽然常常听到很多称赞这位穷寡妇的道，啊，要我们以她为奉献的榜样，但有谁真的效法她的做法，把一切养生都完全的奉献出来呢？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自己和家人靠什么来养生？等着饿死？当然，那些称赞这位穷寡妇的人会说，这个寡妇是相信神会供给她的需要，她对神有信心。只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寡妇后来怎么样了，主耶稣对此所说的话也并没有称赞他的意思，而只是什么陈述了讲了这个穷寡妇当时的实际情形。既然这位寡妇需要钱来养生，为什么不把所拥有的这一点的钱看为是神对他生存的供给呢？为什么他要把两个小钱通通的都奉献出去，然后啊，我们说再来等神的供给呢？这种把自己生存所需要的都献出去，在等着别人来救济和帮助，这岂是有信心的表现呢？这岂是我们信徒应该效法的呢？我认为不是。所以我们就要来好好思想这段经文所教导我们的，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功课。那我们来看，再来看看这个故事的内容。41节，耶稣对银库坐坐，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啊，这是相当，我们说过相当吓人的事。想一想，今天假如牧师对着奉献箱坐坐，要看大家怎样奉献，或者说牧师在传奉献带的时候站在你的旁边看你怎样把钱投进去，我相信你一定感到
很不舒服，你会说奉献是我跟神之间的事，为什么你要在那里看我怎样奉献呢？而耶稣就是这样，好像故意的去看众人怎样奉献，奉献多少，奉献的心态。那圣经说，好些财主往奉献箱投了许多钱，中文若干，英文 many， 就是说很多的意思。这句假如按原文来直接翻译呢，可以这样讲，很多有钱人投进很多，就是说这些财主是谁呢？一般认为呢，他们就是整本福音书里面常常出现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宗教领袖、教导立法的师傅，掌控犹太人生活的什么权威人士。那请注意，这个动词投了，是众数多数未完成的时态，就是说不单只是有好些财主，很可能呢是指多次的动作，有人投了一次又一次，就是未完成的时态、哦。当时我们知道，当时不像现在有支票啊，或者什么钞票、银币，在耶稣的时代，那时候用的钱呢是金属做的硬币、金币、银币或者铜币啊。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在当时在圣殿。妇女可以进去的外院啊，有13个巨型的，好像喇叭口的金属奉献箱。那奉献的人呢，把钱投入奉献箱的时候是有声音的，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犹太人用的是铜币。奉献多的人可以想象他们啊，推着一推一堆的铜币投入奉献箱的时候，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人人侧目，投了一次又一次，可以说是声势夺人。那一天耶稣特别在那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换句话说，耶稣不是在看人投钱的数目是多少，而是在看奉献者内心的态度跟动机。所以说耶稣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啊，弟兄姐妹，其实耶稣每次也在观看你我是怎样的奉献，他期待看见的是我们有这个穷寡妇的态度跟动机。那这个穷寡妇呢，至少有三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是爱心，爱心。当时投进银库中的钱，主要是作为呢祭司养生和周济穷人之用的，因此他的奉献表达了他对神的那种爱跟爱邻舍的爱心。第二是个感恩的心，
虽然他所拥有的是那么的少，啊，人界的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赐福与供给，所以呢，他借着什么全然的摆上来表达对神的一种感激感恩的心。第三，它是一种敬虔的心。那这个穷寡妇来到圣殿，当然是为着敬拜神，他是以全然献上的具体行动来表达对神种什么说高度委身于敬拜。这三方面啊，就是说爱心、感恩的心、敬虔的心。啊，弟兄姐妹，圣经说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主耶稣看奉献的眼光呢，跟我们一般人的眼光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说人的眼光呢，是往外看，往外看，以数目的大小来衡量奉献的价值。但是主的眼光呢，却是往里看，啊，是以奉献者心意来衡量奉献的价值。今天主也是一直在看你我怎样奉献，看你我是否第一甘心乐意的献上，如同这个穷寡妇一样，她是一个深刻体会到天父慈爱的人，他的贫穷与缺乏并没有阻碍他向神表达爱跟敬虔的心，他是主动的、甘心的，没有丝毫的作难与勉强的献上。第二，他是不计代价的献上。那主看一个人奉献的多少，不是看他投入奉献带多少，而是看他口袋里为自己保留多少。主在穷寡妇的身上看见了一颗什么全然为主摆上的心，更是看见一颗单纯爱主的心。所以你可以想象啊，这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那是最小的钱，投在奉献箱中呢，声音也不会响亮，也没有人去注意。那么一点点的奉献，没有声音微不足道的奉献，这是穷寡妇的奉献。那假如我们仔细的再读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这个41到44节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马可在这段经文呢，他不单只是说金钱奉献的意义，更是把文士，就是说财主跟寡妇的奉献呢，直接来对比，就是两种的人，两种的奉献。就是说41跟42对比43跟44对比，那你会发现这个对比相当工整啊，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
动词、名词对名词、日记对日记两种人用的连接词是什么？你看四十二节的前面呢，跟四十四节前面呢的原文都有一个字，中文翻译成“但”这个字，作者呢就是马可，要我们这些读者比较，来比较这两种人的不同，用意最，可以说用意是最明显不过的了。那第四十三、四十四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头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什么？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了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呢，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都投上了。”耶稣对文士和寡妇的评估呢，好像他末日的审判一样，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由选择跟行为负责。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个语气强调他的评估跟世人的评估完全不同，出人意外。一般人的看法，奉献呢是越多越好，奉献一百万你就立刻见报，某某大亨捐了很多钱，那奉献多才有用，奉献两毛钱有什么用处呢？但耶稣所注意的不是那些财主的奉献，而是寡妇、穷寡妇的奉献。因为财主拿出来的奉献都是从自己有余而拿出来奉献的，但这寡妇呢，是从自己的不足，把她一切养生都投上了。耶稣看重的不是金钱的多少，而是你对神的爱的心有多少。我们要注意，主耶稣在这里他并没有责备那些财主，而是做一个比较，叮叮当当绅士堕人，一代又一代的奉献，却只代表他们的心一点的心意。而这个穷寡妇呢，没有人注意的两个小钱，代表着他对神全心全意的爱，完全的奉献。我们要问的，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是两个小钱，还是内心所存的呢？耶稣说的不单只是奉献的问题，而是做主门徒必须要有的条件，那就是我们要问的，为什么穷寡妇愿意把自己养生的两个小钱完全没有保留的奉献呢？放在奉献箱里面，是什么原因促成他这样做呢？这是对主耶稣的爱，是对神全心全意的爱。马可用寡妇的全所有的奉献来说明了什么是全心全意啊！他把他一切的养生都投上了。穷寡妇能够这样做，
我们相信不单是我们常说的，因为他对神有信心，相信神必供应他一切所需的，但我们更相信那是他对主的爱，毫无保留的付出。爱是什么？爱是不计算，爱是不计较，只为对方完全的付出。全心全意的爱是一种优先的次序，把神放在第一位，甚至在自己的生活需要之前。虽然穷寡妇或者寡妇呢，是当年社会上最可怜的人，最穷困的人，生活无以为继，缺乏保障的人，但是因爱主的心，这个穷寡妇没有为自己的生活有什么计划，有什么计算，有什么保留，而把他一切都献上了。或许你会觉得这个寡妇不切实际，不负责任，全所有的奉献是不可能的。今天有哪一个人啊，能够或肯把他一切养生都投上呢？如果今天所有的人把一切养生都献给教会，之后又要靠教会去救济照顾他们的生活，那岂不是天下大乱了吗？请注意，马可要我们学习的不是寡妇把她一切养生的头上，圣经也没有这样教导我们。马可是要借用这个寡妇100%的奉献来教导我们做主门徒需要对主尽心尽意全心全意的付出的爱，就是100%的爱主，100%的献上，把神放在第一位。正如保罗所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没有保留的，如耶稣全心全意对神的忠诚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样。那圣经也有一个例子，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啊，没有保留的献上，在众人面前用香膏膏主抹主啊，无意之间呢是为主的死做了预备，他的全心的奉献成为了所有跟随主的榜样。马可是写给当时罗马的信徒，把耶稣的故事告诉读者，目的呢是要帮助他们在思念与逼迫中呢仍然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主，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马可用寡妇全心全意的爱来结束耶稣在世上公开的侍奉，用他的什么尽心尽意的爱来挑战当时啊我们来跟随他。马可呢更刻意的将寡妇的全心全意跟当年的宗教领袖对比
两种的爱。第一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什么三心两意，讲一套做一套的表面的爱，而寡妇呢是全心全意的奉献。神对全心全意的爱啊，或者对神全心全意的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你的金钱奉献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马可用这个穷寡妇的奉献啊来代表是否全心全意的爱呢？因为爱很难讲得很清楚，也很难知道你是否全心全意的爱，但是在金钱上的奉献就可以知道你对神的爱有多少。那有人计算，在耶稣所讲的38个比喻当中呢，有16个是讲到有关钱财的问题啊。那么就是说所有人犯罪呢，大半是因为金钱的缘故啊。基督徒的灵性长进与否也是跟金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人说啊，基督徒应该有三样的悔改。第一是头的悔改，第二心的悔改，第三就是钱要悔改。那圣经最好的例子就是撒该一认识主，他的完全的改变，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给我们看到。其实这位穷寡妇可以说有不少啊不奉献的理由，而奉献的理由呢却只有一个，就是爱主的心。就是说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不必奉献，但是他的奉献的理由却只有一个，就是爱主的心。那他不奉献的理由讲起来有几个，比如说第一，我的需要太多啊，我生活都成问题了，不奉献是很自然的理由，你说是吗？我自己的事都照顾不来了，我自己的钱都不够用了，如何奉献呢？那请问你不奉献的理由是不是也是这样？第二，我的奉献太少了，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教会并不需要我的两个小钱，神不需要我的两个小钱，多我一个也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我不奉献对教会一点影响也没有，两个小钱能够做什么，不如不奉献，你说是吗？第三啊，教会的领袖是腐败的，为什么我要奉献？就是说我根本不同意教会用钱的方法，我不相信教会的领袖，奉献给这样教会休想等等的理由。那我希望这不是你不奉献的理由，这些不奉献的理由或许可能是真实的理由，很多人不奉献也可能是这些原因，这些都是这位穷寡妇不奉献的合理的理由。但是我们讲过，她奉献只有一个理由，因爱主的心，这个理由胜过所有不奉献的理由。她明白奉献的动机是什么？爱主，对准主而做的，
啊，穷寡妇的奉献是因为发自内心啊，心底里面对神全心全意的爱。所以第一，这爱使他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这爱主让他毫无保留，毫无计算，毫无计较。这爱主让他胜过一切不奉献的理由，使他不足也要奉献。这爱主让他把神放在第一，比他自己的需要更重要。弟兄姐妹，奉献是一个权利，也可以奉献给主是我们一种的福分，是每一个跟随耶稣做主门徒的人对主的爱的自然选择。那请问你爱主的心如何？你最近的奉献如何？那我们的结论，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金钱上多多的奉献，这是好的，但是主看我们的奉献的价值不单是从奉献量的大小来衡量，更是从我们奉献的态度跟动机来评价。神要我们是甘心乐意而不计代价的献上，即使是几个铜板、一点时间、一些才干，相信这样的奉献在主看来是大的，是有价值的，是令主感动的。那马可记载这件事的目的，不是单只讲奉献，而是用寡妇这个穷寡妇的奉献来终结耶稣在地上公开的事工，要我们选择像寡妇一样全心全意地爱主跟随主，因为耶稣也是这样对神全心全意地走上了十字架。马可用这寡妇的100%的奉献来说明跟随主的条件。那有一天，你我也要在基督的台前交账，我们的心也要被显露出来，我们是否是全心全意的爱主啊？是否你我已经预备好了？求主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能够下定决心学习全心全意的来爱主，做一个主所喜悦蒙主欢喜的儿女。我们祷告，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你借着马可福音所记载这位穷寡妇的奉献来教导我们对你的心如何。所以但愿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做工，但愿你的话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